一套十件的百件的鲁班镇将军案，这是节目案，这是我的五代鲁班镇，五代是双层双面的百件，这是四代的，四代是属于增高型的鲁班镇，然后再反是六代的，这个腿长里头，这个是百件鲁班镇，这个放这吧，放这，这个是七代的，这都是一块小木头，像个变形金刚一样，这些就是一块板，打开它就是一个鲁班镇，这就是七代的，这是鲁班椅，这一块小木头。带靠背的鲁班椅，带靠背的鲁班椅，放这吧，放这。鲁班椅，这也是最传统的一代鲁班椅，就这个样子。看上边有区别，这是一代的。然后这是二代的，二代上边是。合成圆的，下边开口的是二代的，然后这个是二代的改进版，底下不开口就是改进版，升级版。还有三代的，三代的是平面的，三代平面的鲁班镇，这每一个样子都是不同的，这是一套十件，感谢老铁们支持。